Xiangfu 元年, 公元1008年, 宋真宗, 西冲虚冠天师于泰山封禅。 典礼过半, 天空忽现一裂缝, 缝中妖魔灌出。 万千妖魔如山洪倾泻而下。 张卓越。 卓越，用性命要么你保护。哦，那又来了一只妖，先走一步。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？应该是了。百鬼噬魂。 先走一步，喊好了！喊好了！喊好了！这边血气太重了，我有点不舒服。 神转生的死，哼，这里太危险。好。哼。 又梦到了，啊，我呢？玩个给我看！哎，眼瞎子。
前些当时他总昨。 师兄，咱们没有路费了，前面有个村子，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些纸。那村子里，张卓越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嗯，这么，那你非要跟来？不跟。放心。 变成我灯笼。
师父，当时我可谓是说重点，我缓缓地打开，什么都没有，不是书有私情，但当我把天书放在说。 天书上发出毒，你怎么会读蝌蚪？别打岔，行。然后就从里，你说这狸猫精，什么狸猫？妖乱风。你看，难怪师父要。现在知道，这应该就是我们。据说此，哎，我师父才不在意什么天子皇权，他只是碰巧救下你吧。我要去好好研。你们这句，我一直很看。我也很看。